看这一题，他问说有关核分裂的原料，这是核分裂的原料铀235，它的结构何者正确？它质子数是92，中子数是235减掉92，这是3，这是4，里面有143个中子。我们看选项 A，质量数为235，这个对了，这是质量数啊，这个呢是原子序或者是质子数，这个对了。好，质子有143个，错，中子143才对，所以 B 是错的。这样看 C 啊 ，C 的话，他说电子有143个，也错了，哦，中子才143。这样看呢 D。中子92个错了，质子92个才对。好，那这样看呢，原子量的话呢是235，这个也不对了，不会是真正的235，是约略的235没有错了，不过不会完全是235，所以一是错的。所以答案的话呢应该是选 A 的。好，这原子量的话它代表的是一摩尔的这个质量的克数，或者呢是一个原子它的质量，但是单位是 AMU， 应该是235点多了，不会是刚刚好是235，所以呢235点多或234点多会在235附近就是了，不会真正等于235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选 A。